法师、和尚尼，还有诸位女士大姐，诸位在家菩萨们，大家晚上好。请放掌。这一天的时间很快，又过了一天呢、想必啊，大家念的都法喜充满哈、这个是值得嘉许的。我们先讲一个啊，佛法修习念佛法门呢、所以我们呢正向的这样用功哈、得到相应的将来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啊，就是说，纵然呢我们犯了过失了，犯了过失，凡夫啊，凡夫有烦恼，难免都要有犯过的哈、但是啊，透过忏悔，透过忏悔啊，在真心的念佛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同样啊，得阿弥陀佛的摄受，平等的摄持。在这个地方啊，讲一个啊、这个在宋朝有一个叫无穷的人，他呢最初啊出家修行，后来还俗去了。还说去的做的这个事业是不敬业，杀生的啊，杀生的在厨房里面做这个杀生的事情。但是啊，他每杀这个鸡鸭的时候啊，这一些众生都跟他说：“阿弥陀佛，佛子给你一刀啊，好偷生去了啊。”他就跟他这样讲。然后就开始念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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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也有果报啊，我要念佛你就跟他超度了吼、哎、这么好。切入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念阿弥陀佛啊、他就是有那个习惯性啊，前面出家的时候有习惯性，经常教人啊要诵经念佛。后来啊，忽然之间眼睛上面啊长瘤了，哦，瘤很大，像啊鸡蛋一样这么大。最初啊他很害怕啊，害怕，糟糕了，这果报来了，赶快啊，就是啊这个分遣他的妻子啊，自己啊去做了一间茅棚草庵呢、在里头啊昼夜念佛忏悔。后来呢他告诉这个村庄的人说了，说某人啊他自己啊来日啊在戌时的时候气也要走了，隔天晚上呢他就去跟这些以前的道友说了，说时间到了，大家好来相送啊，帮助我念佛，帮助我念佛。接着他就写一个偈颂啊，端坐合掌念佛，忽然大声说了：“佛来也！”就走了。就是啊，知道错了，改过忏悔啊，改过忏悔。我一大师呢，在刘洪宗论开始说了，说虽然勿作恶行，速断相续行，其因状忏悔。虽然呢，勿作恶行。造作这一些恶行啊，但是呢赶快断这个相续的恶行，升起啊殷重的非常殷重的忏悔心啊，忏悔则忏悔之力亦能往生。通过忏悔呢，
真诚的忏悔，哦，那求愿往生呢，有忏悔的力量，求愿往生也能够往生。所以啊，这个净土法门啊，哦，我们看呢，关键下品下生就是造恶的、造饥饿的人啊，哦。临终的时候得三真师开示啊，一念的惭愧、忏悔的心，赶快称念阿弥陀佛，一样得阿弥陀佛的这个摄受到极乐世界。当然呢，我们听这个公案呢，啊，我们要了解哈，哦，不能故意去做才要来忏悔哦。故意去做再来忏悔啊，来不及的啊，哦！前面无知啊所造的业啊，哎，现在啊了解了，把那个心转变过来啊，哦！这个好人呢可以变成恶人，恶人可以变成好人，就是那个心念啊，那个心念。所以啊，这个《大智论》当中说到。说从生作善，临终起恶念，堕恶道；从生造恶，临终起善念，生善道。这一生当中都是修善的，在临终的时候被刺激了，起了一念恶心，他就堕落了。堕落了。哦，那一生造恶的人呢？而到后来啊，惭愧忏悔的善友的开导啊，他惭愧忏悔，临终的时候起善念生善道。这是呢讲啊，这临终的那个念头，就最后那个念头，那个念头跟下一辈子是最近的啊，最近的。但到底要起恶念起善念呢？当然我们学佛，我们就不能说哦，你刻意再去造恶啊，才来起善念。这有时候业力啊重的时候不容易的，也没有善友的开导，自己啊孤孤零零的一个人呢，啊，哦，那就随着业力转了，啊，不行的哦。我们听到佛法之后呢，我们就要努力的断恶修善，这样才可以。要顺向，顺你涅槃。不能刻意去造恶的，不可以，要这样。我们的昨天说到了处世大师，他在西斋净土寺，那里头有77首，我们就选几首哦，跟那大家来说一说。先说第一个，自己也讲过几遍了啊。第一首偈颂怎么说？说我佛真身不可量，大人陪从有辉光，时时病逝天遥散，行处污秽圣道长。停下碧柳为土运，殿前瑶草细吹香，四方一等庄严刹，中说西方出异方。这个就要讲台语的，老婆说你听国语可以吗？没问题啦，哦，这有的吼，哦，讲闽南语经常讲不练转，哎，就一定要讲国语吼，普通话，所以我们就讲普通话吼，国语。我佛真身不可量，这是讲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真身不可量，在观经里面讲啊。高深的境界啊，阿弥陀佛高有60万亿那由他游巡的，60万亿那由他游巡，
这么高，八圣的境界啊，哎，看都看不到啊。所以这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十六观经里面哈、哦，这些境界，凡夫的心没办法观呐、啊，到后面的杂想观呐、啊，障六八智。就是因为前面的境界太高了哦，一般人没办法观，所以就讲丈六八尺的，以平常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哦。说我佛真身不可量，那这是主啊，有阿弥陀佛的主，那就有伴，伴就是这一些的菩萨，所以大人披从有辉光，大人。活菩萨叫做大人啊，大人就指活菩萨来说的。这里讲啊，就是菩萨。我们《寿命陀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当中呢，都有一生不处的菩萨，很多很多的一生不处等级的菩萨，这个真的是大人啊、哦。大人陪从有辉光啊，这个叫见所庄严，见所庄严，哦。富贵人家那个小孩出来后，长相啊，各方面啊，看起来就比较有福报的。哦、我们贫穷人家出来，穿得破破烂烂的啊、哦，这个见所不庄严。阿弥陀佛是这样的功德相啊，虽然他的见所庄严都是大人，都是一生不出的菩萨，非常非常的多。那时时病是天遥善，行处无回圣道场。前面呢是讲、啊、这个主办呢、啊，就是正报这一方面的。那依报的环境呢，在极乐世界当中啊，啊有正报，它就有相对的这个依报的环境。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啊，我们每一个人福德力不一样啊，我们住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的福德力，你住的地方肯定是有差别的，啊、哦，有差别。那阿弥陀佛还有见所是这么样的功德庄严，当然它的依报环境啊，那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里讲，时时病是天遥善。说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最初往生的时候还有吃的习气。啊、哦，本来啊，圣者的境界、啊、没有所谓的饮食这一方面的问题哈、哦。但我们刚往生的哈、哦，有吃饭的习气，时间到了，六点怎么还没打板？肚子饿了，哎，想要吃饭的，哦，哎，就是有吃的习气啊，所以时就是。饮食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便是天遥善。说我们呢，这个义工们呢，弄了一个早上，很辛苦啊，可能三点多起来就开始在厨房弄啊，弄到六点，结果我们半个小时吃完了，浪费很多时间啊。吃这个半个小时，我看有的人四五分钟抢着吃啊。哎，整天佛呢就吃慢一点哈、哦，吃慢一点。所以这个煮饭菜啊，这一桩事情很辛苦，很辛苦。那时候极乐世界当中呢，这个吃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天遥善，天呢、啊、就是自然的。自然呢、啊，美味的这一些呀、啊，啊，饭菜啊，都是称于我们的心意的。哦，天就是自然的哦。什么叫自然？起心动念就显现出来了。哦，你在极乐世界里面就是这样任运啊自在的。哦，你起一个念头想，用餐呢、啊，这个大概娑婆世界的早餐的时候，起个念头，哎。七宝波器啊，现在前面呢、哦，我们要送无量寿经哈。七宝波器，这个波不像我们那个瓦波，
不锈钢的铁钵，冷冰冰的哈，接着是七宝钵器，七宝所成的那个钵器，在极乐世界可以用，在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不能用七宝钵，七宝钵是俗人的钵、不可以用，但是极乐世界就不同了。七宝钵器现在眼前哦，里面的百味饮食啊充满在钵里面，就是你喜欢吃的咖喱呀、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它的受用都是自然的，那用完餐呢也不用洗碗筷、大家就不用那么忙，就自然化气、吃饱了就自然化气啊，怎么吃是这个见香啊，闻香见色啊，意以为食啊、看到了啊，闻到了那个香气啊，就饱了，那吃完饭呢做什么呢？吃完无非就是修行，在极乐世界里面呢就是修行，没有懈怠的，所以啊行处无非圣道场，你用完餐呢到处走一走哈、这个循着这个楼梯啊一阶一阶的往上走，那、往上走看看呢、这一些的花草树木啊，听听啊，嘉莲凭借公民之鸟的音声啊，都是啊，升起念佛念法念圣的心，所以啊，行处无非圣道场，是修学圣道之场，极乐世界就是这样，所有境界，我们的眼睛所见，耳根所闻，鼻根所嗅。舌根所尝，身根所触，这一些的无尘的境界啊，都很自然而然的让我们升起念佛、念法、念身的心。你看怎么好，听着就高兴哈，就肯定要欢迎到极乐世界去的。然后呢，停下碧流为土运。我们呢，循着这个阶梯啊往上走啊，旁边有七宝的宫殿，七宝宫殿前呢、有这一些水流，水流前面有这个水流，沟渠哈，水在流动啊，那碧流，蓝色的水，流动的时候，微微的吐韵，就吐出这个音声来。发出这个音声，我们诵无量寿经哈、这个波涛啊、这个水波呢流动的时候呢，自然呢演说，六波罗蜜僧啊、种种的佛法哦，就是怎么样的殊胜啊，所以天下碧流为土运，水流动的时候发出音声啊，演说这一些佛法来。再来殿前瑶草细吹香，有水流，有这一些的草，瑶草细吹香。那在往生论当中所讲的，宝性功德草，罗鸾左右旋，触者生生乐，过家禅林头。说呢，宝性功德草，宝性这个草啊，是以七宝作为它的体性的哦。极乐世界的宝跟娑婆世界的宝不一样啊哦。我们的钻石很硬啊哦，我们的翡翠也很硬啊哦，我们的石头也是很硬啊，所有东西都是硬的。那极乐世界的宝哈、都是柔软的啊。柔软的，所以啊，虽然这个草是以种种的宝作为体性呢，它是柔软左右旋，它是柔软的哦。那随着风在吹动的时候，它是左右的摆动哦，左右旋转。
这个这里所讲瑶草细吹香，而这个宝啊，极乐世界的宝，我们娑婆世界的宝，这翡翠拿起来闻看看，没有味道，就是翡翠嘛。但是极乐世界的宝啊，它是有香味的，有香味哦。再来，极乐世界的宝啊，它都有光明，有第一个柔软，再来光明，再来有香味，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都是光明、柔软、有香味。光明啊，就使令破除我们的烦恼。好，见到这个光明，就演说佛法，熄灭啊内心当中的烦恼。好，那这个宝物柔软，碰触的时候，生根啊，接触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升起殊胜的快乐，就像那个三禅天的快乐一样。好，那一种快乐啊，跟世间的乐不一样。世间的乐啊，你碰触乐就产生了贪的烦恼啊，贪婪啊。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宝啊，你碰触啊，不会产生这一种过失。所以叫宝性功德草，罗鸾左右旋，触者生胜乐，过迦瞻林头。要超过迦瞻林头，迦瞻林头是海中的鸟，左轮圣人有福报啊，他就用这个鸟的细毛做成这个衣，哦，非常的柔软，他穿在身上啊，就感觉那一种舒服快乐，哦，他升起一种贪心呢，啊，所以饥饿世界的宝碰触了升起的快乐，不会产生贪烦恼，所以叫过，叫超过啊，过迦瞻林头鸟的细毛做的那个衣的那一种啊，快乐啊，它碰触了，给你产生啊，这个所谓的菩提戒法乐、涅槃寂静乐啊，没有这个世间的那一种过患。所以啊，这里说呢，瑶草细吹香，细细的微风吹动的时候，发出的香味啊，发出的香味。闻到这个香味啊，心意柔软，自然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讲到这里啊，这个要是我们的地方啊，说我们呢都种得很好哦，环境非常的优美哦，也是一种享受啦哦。但毕竟来讲，就是一个一次的凡夫，将来还是要流转生死。他到极乐世界去啊，不一样，种种的受用都是让我增长道业的。所以啊，这一个环境啊，极乐世界十方一等庄严刹，是十方世界一等的庄严的佛国土。这句话就说明了，在无量寿经当中呢，最初法上菩萨比丘在四自在王佛啊，发了这个愿啊，要建立一个清净的佛国土，要超越所有佛国土的境界哦。这个四自在王佛就带着他去参访111个佛国土，好，哦，那法上菩萨比丘就摄取111个佛国土，他的长处啊，好的通通啊，把它收在一起，哦，建立这样一个清净的佛国土。所以说十方一等庄严刹，这十方世界啊当中一等啊，最殊胜的庄严的佛国土。中说西方出一方，我们中说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的功德相啊，庄严啊，然后出一方，要超出于十方世界啊，这个功德庄严，这是第一首，第一首最主要，这个把整个这个正报的功德相、依报的功德相啊，做一个总说，总说哦。这一句啊，我们要好好去体会的时候，就是净土三经里面的道理。
都在里头。哦，祖师讲的都有根据啊，不是自己啊想出来的。哦，就根据经典里面的道理意思。再来就是说，祖师可能他在修行的层次啊，其实神游极乐世界了哦，所以就是看得很清楚啊，跟经典呢、啊、对比起来都是真实的，所以就写出这样的寄颂来啊、哦，让我们呢、啊、透过这个文字啊，那么思而修，听闻的去思维去修啊，哦。这文思修，做文思修的工作，哦，这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非常殊胜。接着呢，我们再讲啊，再抽取啊其中几个来说哦，说的每位娑婆苦所言，随闻净土不求生。天人皆是大圣大圣器，草木亦称三宝名，处处园林如秀出，重重楼阁似生成。诸贤莫怪归来晚，见说呼取始花容。每位娑婆苦所言，随闻净土不求生。说呢，每每啊，被这个娑婆世界啊，啊，种种的苦，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这个娑婆世界是由我们业力所招感的哦，所以当中呢，的苦太多了，各式各样的，每个人业力不同，所觉受也不同的哦，但是呢，都是苦，所以。每每啊，被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所萦，就是所缠绕，啊、哦，所缠绕。这个苦啊，怎么办呢？随闻净土不求生，哦，有苦就要离苦啊，要离苦得乐。哎，所以有时候啊，要从苦地下手，要观察世间的苦，我们才愿意修行啊。在愿力修行，想要处理这个苦，我们就愿力修行。所以说呢，由于娑婆世界的苦，所以我们听到了净土法门呢、啊，怎么不求生呢？哦，随闻净土不求生，听到了，当然我们就要求生极乐世界哦。啊、哦，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啊，苦，诸佛以八苦为八师，觉得苦是我们增上缘。啊，正常没有苦，我们就执着在这个地方啊，不想处理呀、啊哦，那就长时间的在轮回当中，所以苦也不是坏事情哦，要把吃苦当作吃补，那就好啊、哦。那这个地方讲啊，天人皆是大圣器，草木亦称三宝名。说极乐世界的天人皆是大圣器，都是大圣的这个善根的啊、哦，在天经菩萨的往生论里面所讲，说极乐世界啊是大圣善根界，等无积贤民女人居根切，恶圣总不生。那这是说明了极乐世界，哦，极乐世界是大圣的种性的，大圣种性的，啊，等无积贤民，没有这个积贤的名称，啊，没有积贤的名称，什么积贤的名称呢？女人，还有根缺。还有恶乘的种性的，在娑婆世界不妨啊，我们的女众也可以修净土法门呢、啊。但是呢，到极乐世界去啊，啊，都是三十二相身金色，
我们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有这样的愿，四八愿里面呢、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啊、哦，都是三十二相身金色平等一相啊，平等一相啊、哦，没有这一些呀、啊，其他的分别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娑婆世界啊，就是有高矮胖瘦啊，庄严丑陋哦，种种的分别啊，所以这个就是烦恼的起处啊。烦恼的起处、哦、所以阿弥陀佛建立这个佛国土的时候，他也想到、哦、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都是平等一相一位、哦、没有差别、哦、一相那就是三十二相身金色，一位都是属于大圣的种性的大圣种性，等无七贤名，没有、女人还有六根不具，还有恶圣种性，那就会说啊，我们诵《阿弥陀经》里面呢、啊、讲到啊，啊，彼佛国土有这一些声闻，有菩萨，不是也讲到有声闻的弟子吗？阿罗汉哦，啊，那个阿罗汉呢，就是说他在娑婆世界啊修恶圣呢，恶圣法习气很重。习气很重，后来啊听闻到净土法门呢、啊、他就回向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哦、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因为修习他圣的时间短，恶圣的那个种性、哦、他的习气很重啊，阿弥陀佛就顺着他的善根啊先给他断见时候了，所以他是回小向大的恶圣，而并不是定性的声闻治疗汉的那个恶圣的人、哦、不是的啊。要是说治疗汉呢，跟呢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和国土是不相应的，他是不能去的，不能去啊。在无量寿经里面所讲呢，这个九品往生呢，都是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都是要发菩提心的哦，发菩提心。所以啊，这个恶圣呢，虽然经典里面讲有声闻的弟子哈，但是啊，他是回小向大的，回小向大，并不是这个定性的声闻啊、哦，不是的。所以啊，这个地方讲啊，天人皆是大圣系，大圣的种性的根器，草木亦称三宝名。所有依报的环境，刚刚所讲的哦，自然呐、啊，演说啦、啊，这一些苦空无常无我，六波罗蜜身呐、啊，哦，种种的。那时令呢，往生的人一听到这个音声，自然的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处处园林如秀处。处处的园林、哦、这个处处什么处处，我们说阿弥陀经啊，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七重难寻，这个难寻呢、啊、就是做这个界，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一个分界点、哦、它就是一区一区的啊，一区一区的，所以这里讲处处园林如秀处，像刺绣出来一样哦，重重罗格是生成、嗯、重重的罗格啊，就好像生成的一样。诸贤莫怪归来晚，诸贤不要怪我，我回来太晚了。见说呼取始花容、嗯、在见面呢、啊、说话的时候呢，我、哦、这个说这个呼取是荷花。就是我们讲莲花，好、哦，莲花就生长得非常炽盛的啊、哦，非常炽盛，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都有它的相应的这个莲花啊、哦，嗯，哎，这是讲啊、哦，也一个情况。我们看这个时间哈、哦，接着我们要来讲故事了。
我们昨天的故事还没讲完呢，还没讲完，我们接着哈，再来说明它。我们说呢，修行这一桩事情哈，就是要非常的踏实，非常踏实。但是侥幸不得，我说忽然之间我侥幸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这回事。好，这个修行很踏实的，很踏实。哎，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老菩萨，这个老菩萨夜叉起现行呢，因为啊，他的应该讲他的这个他女儿的先生叫什么，我都忘记了，世俗怎么称呼啊？女婿哈，对，他的女婿哈，你看他的女婿，在家里面讲话有分量，但是呢，他就是他的起业障的地方啊，他都出来反对啊，念什么佛啊？不然你念了让他再活二十年哦，就烂问哦。这个时候起业障了，就是老菩萨的业障了，其实是他的业障哦。所以啊，他后来他的心也一面倒哦，一面倒了。这个时候呢，小儿子啊，对于他母亲呢、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啊，心里面很担忧啊，特别是他的大哥还有亲属。因为他的大姐夫的影响之下，大家都变了，观念不同了。对着住院这一桩事情啊，提出反对的意见哦。小儿子呢，着急了，当着全家的面呢、他就这个人呢、理直气壮哈、他就大声的说了：“送母亲去个好地方哦，是我们的为人子女最大的孝顺。”对这桩事情我死也不放弃，就是要这样念佛，必须要念佛啊。这个他的二哥啊，被他的孝心所感动，他就站起来说话了，说话都这么讲到这样的，那就念吧，那念佛了哦。因为小儿子啊一命啊这个跟他搏斗了，这个大姐夫啊，他就很气啊，很多次当着大众的面刺激这个小儿子，你念佛是为了自己好吧？断气之后不让子孙在他面前，这绝对不行的。八个小时之内啊，不让换衣服，身体僵硬的，衣服穿不上，咋办呢？再来35度的高温往生之后这个。尸体可能要腐烂有臭味啊，怎么办呢？面对家人还有全村的人的压力，这小儿子还是坚持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信心坚定啊，对家人大众讲，坚持念佛，我们看结果吧，所有的责任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啊，我用生命做保证啊。母亲呢住院之后啊，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有可能到时候天啊是阴天哦，或者下雨咯，这个气温很低啊，偏低的，不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的姐夫啊，每天啊就变现一些法来干扰他助念但小儿子还是坚定信心，用智慧去克服。到最后面啊，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伤了和气老人最疼爱的就是小儿子因为他事业有成嘛是老人最大的骄傲。这个小儿子在母亲的床前就劝他说：“说娘啊，你要相信我我是用命赌的，帮助你念佛，念佛才能成佛，不再来这个世界受苦了，你可要好好念原来劝你说念佛身体会慢慢好起来，
主要是想安慰你，怕你哦，害怕了，害怕死了。实际上啊，如果寿命没尽，念头那就会慢慢的好转啊，好起来。寿命要到尽头了，只能够求生极乐世界啊，哦，那极乐世界啊，比我们这个是不是好太多了？哦，这小儿的二哥啊，也欠他母亲呐、啊，你还得念佛啊，啊，你看你念佛。这些年连着这个五年当中也没有一次感冒、哦、现在有病啊，身体也没有一点而不舒服的地方，这不正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吧，保佑你哈，是吧。同时啊，这个小儿子啊，请了一位出家师父啊，在电话里，你可以用电话扣音起来就好了，去跟老人家开示，引导老人家正确的看待生死这一桩事情、哦、放下一切啊，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一切不好的境界啊，都会逐渐的化解的。由于啊，这个开导了助念的人呢、啊，在助念之前，先跟老人家哦讲这些家常的事情，接着呢，这个博感情嘛，哦，有好印象，接着就介绍极乐世界的一针床缘哦。在那个地方没有生老病死，吃啊穿啊用啊随意自在啊、哦、等等的这一些殊胜的境界。所以啊，老人听了这样啊，再一次升起了念头的信心，还好有这个善因缘哦，有善友的提携，所以啊，这个念头又转变了，转变了。住念了约两个小时之后呢，老人家要喝水，这个时候呢，助念的人就借机问他说：“老人家，我们呢在旁边陪你念佛，你烦不烦呢？”哦，老人说：“不烦。”有的哈，业障还是在，啊，吵死了，你们不要念了，哦，真的是这样。你跟他加持啊，你像什么哄，哦，哎，加持大光明咒，只有一个哄，你说不要哄了，不要哄了。啊，哎，叫你不用练啊，他就是这样哦。哎，大家摇摇头，没办法了。一回去啊，就打电话来说往生的，障碍来的时候是这样哦，所以他还没有呢，说不烦，哎，说不烦呢。说呢，你跟我们一起念佛，等阿弥陀佛来接你，好不好啊？老人家说好，啊、哦，往生的前两天呢、啊，助念的人问老人说：“是不是还有放不下的事情跟人呢？”嗯，当然呢，有的人就是会这样哈、哦，执着的心还是在的。那应该啊，就要为他排忧解难，啊、哦，他有放不下啊，要帮他处理啊，叫他放心呐、啊。好，这样才好。而且告诉老人家说呢，只要好好念佛到极乐世界，哦，才有能力帮助哦，保佑你的子孙呢后代。就这样打消了老人家的这个顾虑。在这个时候呢，家人在柜子里面找到了老人家存放的2500块现金。这个老二呢，他提出来也照顾老人多年的孙女，这个老人家不同意。当儿子提出来说啊，给身体不好的这个老三，老人家也不同意。住念的这个李老师他就说啊，这个钱呢就让你四个儿子平分吧。老人家说好，嗯，这时候把手里的钱呢就松开了。哦，那由这个地方也可以啊证明了之，这个老人家始终头脑是清醒的哦，处事也是周全的，他就平安公平啊、哦。之后呢，老人就专心的跟着助念人一起念佛了，不再有别的妄念了。这个、老菩萨呢，往生前有40天呢、啊，他没有再吃东西啊，仅仅呢、啊、喝一点水。然而他的意识非常的清晰。往生的前几天呢、啊，还要上洗手间哦，
自己下场去做的哦。生命的后期呀、就是有几次是这样的，所以啊，脸上的那个水肿自然就消了，消了。老人的听力呀、头脑的思维始终是清醒的。受这个小儿子的孝顺啊，请了十几位的居士啊，在6月12日呢，陆续的到来，提前给老人家做临终的关怀，还要助念，前后总共助念了91个小时哦。15日上午，老人家讲哈、刚才呀、梦几个。梦到几个穿红衣裳的人，跟我们这个人不大一样的，因为他供奉了阿弥陀佛。我们看那个大陆那个阿弥陀，那个身上是红色的，穿那个红色的哦。所出现的人呢、就拿那个佛像给他观想，给他看，跟着念佛。6月16日的早上6:45左右。小儿子在院子内啊，看到东方祥云满天，习习花光哦，瑞相啊，前后持续有10几分钟的时间。住念的人呢、知道了都很欢喜，才继续一心的念佛。这个老菩萨的子女儿孙也听到这个事情，都赶来了哦，观看了这位未曾见过的瑞相奇观。在场的人都很激动哦，纷纷用手机拍摄的，没有不赞叹称奇的。小儿子借机就说啦：“这是佛力加持，正是老菩萨将要往生的征兆啊！阿弥陀就要来接引老菩萨前往到极乐世界去了。”大家感动的说不出话了。当天晚上呢，6点多钟，老人呢突然大声说：“我又回来了！”说我又回来了，问他说：“哎，你见到阿弥陀佛没？”他说：“见到了。”问他说：“你上了莲花台了？”说：“我上了啊。”问他：“那、你怎么又回来？”老人家就没有说了，没有说呢。住念的人呢、就告诉老菩萨说了：“你再上莲花台，你可不要回来了，你要跟阿弥陀佛去了。”老菩萨说：“好啦。”这让大家联想到，哦，早上的天空瑞相，也许是老菩萨走了，又回来了的情况哈、因为当天呢、多数的眷属都不在身边呢、十七日凌晨2点钟左右，子孙都在床前，随着住念的人高声的念佛。这老菩萨突然呢、很清楚的说了：“我走了，我走了。”1个小时之后呢，老人安详的往生了。住念约5个小时之后，老人呢张得了嘴巴呢，慢慢合起来了，脸也露出，甜美的微笑。老人这个老菩萨呢，临终意识清晰，潇洒的跟大家告别，就印证了《佛说阿弥陀经》里面所讲：世人临命终时呢，阿弥陀已诸生众现在其前呢。他的心不颠倒，就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佛国土。这个老菩萨的往生啊，证明阿弥陀佛的誓愿啊，非常的宏深，不舍一人。小儿子啊，在老人呢、老菩萨临终这个关键的时刻啊，能够安排如理如法的助念哦，这很要紧。面对家庭眷属的种种的干扰，他能坚定信心，以智慧化解。特别是，老菩萨几度出现信心动摇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对老菩萨进行开示哦。还有呢，使令他重新呢升起这个信念，这是最为关键的了。所以莲池大师说呢：“亲得离尘垢。”直到方成就，能够帮助父母双亲呢，这一生脱离六道的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最圆满的孝道了，最圆满孝道。所以
我们呢承起十方一切的众生，我们要相信奉行信受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信愿念佛，同生西方极乐世界。故事讲完了。故事讲完了，可以了，以后不用拍手哈。师父每天都会讲哈，这个拍手好像显得很世俗哈。这不需要这样哈，我们就要极静的听啊，有所感动啊，我们就要这样去做哈，这样去做。这个故事啊讲的，当然这个老菩萨他能够往生啊，这是非常的殊胜的哦。但我们也看到了他有起障碍的时候，起障碍的时候，一有障碍啊，就要好好的开导，再来，有时候啊要求忏悔，也帮他求忏悔，向他冤亲债主啊忏悔，帮忙他解冤释结啊，答应他啊，为他超度啊，啊，功德回向给他呀，哦，成就一个人往生，就成就一个人成佛，功德无量啊。所以啊，所有的众生都要念哦，求生极乐世界呀、啊，到极乐世界成佛度众生哦。种种的开导哦，帮忙这个临终的人啊，去化解这个障碍，这桩事情也很要紧。很要紧哦，我们去跟人家助念，那一个起障碍了，我们就没有这样，我们就想，哎呀，糟糕了，也没有经验了，也糟糕了，跟他加持，哄他不要哄了啦，啊，叫我们不要哄了，这个法师就心灰意冷了，就想怎么办呢？他就不往生了，一直起来，啊，大家念啊，他。练了，好了，不要练了啦，很吵啊，不要练的，叫你不要练的，就赶快啊，说那就要赶快跟他打斋啊，结果一回来没多久说往生了，走了，就是障碍啊，障碍，但每一个人的障碍不大一样的哦，不大一样，有的障碍比较小哦，有障碍很深重啊，那可要好好的忏悔啊。好好忏悔，那见识要发愿啊，要发愿，要用功啊，回向顶还冤亲债主，好，祈请他解冤释结，大家彼此啊不要障碍，好，这桩事情也很要紧哦，因为这是这一辈子跟下一辈子的最后这个时候一个连接点啊，连接点，这个机会错失了，再来就难了。再来下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入了中阴身呢、啊，还有机会，但是呢、啊，以现阶段来讲最重要了。好，所以我们呢就要好好的自己平常哈、我们要持戒，要锻炼修善，持戒呀、才不会起大障碍。好，要持戒，所以佛陀很慈悲啊。佛陀最初啊，就是身团一建立起来，就是以戒法来摄身。从戒法摄身之后呢，开导这个教义哈，修阿那般那，修属习观，修不净观，当时是这样，身团里面哈，大乘当然有大乘的法哈，但是这个戒法建立起来呀、它是一个规矩，大家要循着这个规矩去做啊。往上增修，成就解脱的功德。我们平常的时候，这个就是要这样做。这个第一个你要拂断啊，那个有漏业，那个让我们呢、将来会到三恶道去的那个业，要把它折断，要把它折断的哦。然后修善当中呢，当然我们呢，护持三宝，供养三宝，世间的善业。你可以随缘随分去做，但是都要回向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啊，要这样哦。那临终的时候啊，这一些的障碍不生哦，那这太要紧了，太要紧哦。所以我们呢，听着这个故事啊，
我要具体这个教导里面呢所讲的这个啊、哦、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把它做好，那就非常的殊胜。好、哦、时间到了啊、哦、万念放下，佛号提起，接着念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